来，这出叫做《回家吃老妈煮的火锅排骨》，看白同学影片，配白同学影片啊。我这买买行吧，我母讲有火锅排骨你买，我讲好啊。啊个伊捧出来，唔知想讲做老久说，我今仔才做诶。哎呀，我啊等下食妈妈的味道，哇赞诶！嘿，我今仔无啥食饭，你毋知？哦，这就是苦瓜排骨。我昨昏背一出，订过一出哦，反应到这位，人讲好看。哦，阿母，你煮的这苦瓜排骨汤足好食，足好食。